太美了啦，笑就笑，还呜起来，还听没点头啊，记得我，记得我，记得我，吼吼吼，好什么？没礼貌了，真是。他们就这么直接才够漂亮，游鸿明还是学长，没礼貌，游鸿明记得好不？记得好。好诚恳的，对啊。真是。他是模特，搞不清楚，还不赶快叫大嫂，还处在那边。而且你有没有发觉，他们前两位每一个出来都会真得抖。对。对啊。啊，他好漂亮。Say hello to everybody。大家好，我是冯妍霜。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声音好妙。就是你，还有164公分，45公斤，笑容最迷人。啊，真的很漂亮。对啊，对啊，而且刚好是今年20岁啦。对。啊。对。啊，林斌讲话。好听的声音哦。同时啊，我想要跟他生活在一起，学习他的讲话。对，应该学女生嘛，阳刚阴柔。就是要温柔。我也要会吐舌头。舌头舌头要发音，微露微露。你是羊癫疯啊？不是很性感吗？不要很自然啊。没有啊。哎，那么曾经呢、啊，同时啊，有5、6个人在追你，最久的追了9年呐、啊，到现在还在追。11岁追你9年呐、啊，对。哇，那你不心动吗？为什么不接受他？可能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型的男生吧。啊、他9年也改变成你喜欢那一型的啦。嗯。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他，没有办法，他好像随时都在撒娇的感觉。高音应该可以唱得很高哈。对呀，对呀。啊，经常被搭讪，最高一天被搭讪10次。哇，台湾那么多人那么闲啊，太正了，跟一天10次。没有，他就那2个在轮呐。小姐要吃饭，下一个。哎，小姐，哎，有点跨点面，失败啊，下一位。哎，小姐，哎，好累哦。冰冷波姐嘛，失败啊，下一位。他真的太可爱了。就这样子。哦，这么多人搭讪，好厉害。好，男客人特别多，在美食街打工。嗯，对，在百货公司。生意都会变得特别好，是不是？还是特比别间的都比较好。是啊，那我也要去光顾。是啊，常有人在你那边赖着不走啊，他们根本是来看你，不是要买东西的嘛。也会买啊，要不然不能坐在那里。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哎，你会有低音的时候吗？感冒吧，感冒。平常完全不会。还好啊。你会很生气的说，你很过分呢，你。你讲讲看，你讲讲看好不好？你很过分。你很过分、啊、你没有在生气啊，你脾气是不是很好啊？你说亚美蝶这样，不要亚美亚美亚美蝶，帮我满足你的兽欲。对呀、啊、一代有好哎、欸啊、情人节学校办传情活动，情人节嘛，那学校里面传情活动嘛，很多人点名就传给他，你说数百位啊？没有那么多啦。啊！哎呦，你都麻了，受不了了。哇，好了，那印象深刻的礼物是有人送给他什么礼物？你啊，印象深刻是什么？那洋芋片一整大箱，50罐。对，因为我爱吃。哦，你喜欢吃洋芋片，然后又不会胖。很好，很好哎。好像他随时都在逛花园的感觉。对啊，既然他走路怕踩到蚂蚁。好多蚂蚁在你。你起码是花痴哟。一点的笑点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好特别，有漫画中的女生要走出来。厉害了，他喜欢的男生呢是很特别的。真的特别。喜欢哪一种男生？原住民。哦。原住民啊！哦，这里就有是不是？蛮帅的原住民的哈，真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常被认为是原住民。哦，人家五官比较深。那你有曾经有跟原住民的朋友交往过吗？我男朋友是原住民。你现在有男朋友啊？对。哦，好啦，大家失望了吧？不会不会不会，这个好聚好散嘛，有时候很。诅咒。加一加，他们机器摆一个这个超桃花美少女的 pose。1、2、3，超桃花美少女。哇塞！哦啊！哎呀，好标准桃花眼，好会勾人。
人、哦。吐舌头，吐舌头。一代有。听哥又开始在买，你看到忘我哎。拍手，好，谢谢。二号，好。哇，前两位都。